我不担心，因为被骂才觉得我这个角色是演对了，嗯。所以已经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了。做好准备了。你自己有比较说这三个角色哪个更坏吗？我觉得魏嬿婉更坏吧，嗯。她坏得更极致。你可以形容一下她坏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？我觉得还好，目前来看大家都很爱我，对，很保护我，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家角色和人演员本身是分开的，嗯，大家会理性观影。觉得大家的言论都是自由的，嗯。这个角色是一个大反派，嗯，心里要怎么样去给自己做一些心理建设呢？心理建设就是认同他的人生，认同他的三观，对，即便自己跟他是完全截然相反的，所以是件特别不容易的事情，嗯。华哥演技也越来越好，会有点紧张，但是我觉得迅姐很好的就是她